慧海禅师的朋友，两个都是大师。云禅师呢，就问慧海禅师说：“和尚，你还修道吗？”各位有没有修道？这个同行跟同行站在一起，一定会讲修行。像我们读经结论在一起，就是讲读经。如果像或者是一个软体设计，就会讲设计，讲电脑。所以同行站在一起，就是讲这些。所以原理就问慧海：“和尚，你修行吗？”原理说有啊。这个原理禅师很高兴说：“哎，看你是怎么修行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想要学习嘛。”这个慧海禅师刚才讲说：“那很简单啊，饥来辄食，困来饥饮。”这意思说，你肚子饿了就吃，想睡觉就睡觉。这个原理禅师听到这个。回答说：“那世人都是这样子吗？我们就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是饿了去吃饭吗？我们饿了吃饭的情形是什么？大家调查一下。我们饿了就吃饭吗？啊，其他的是怎样？饿了还不吃饭？啊，是别的啊？对呀，反正意思是说饿了请大吃。各位，我跟各位报告，我们都不是饿了吃饭。”我们是时间到了才吃饭，对不对？时间到了就吃饭，可是那时候还很饿，因为不吃夜不又不行，所以我们大部分是时间到了才吃饭。那吃饭呢？然后睡觉呢？也不一定会好好睡觉。所以慧海禅师跟他讲说：“世人不是这个样子，世人是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，百般失足；睡觉的时候不好好睡觉，万般吉祥。”对不对？我跟各位讲，我当时是怎么吃饭的，对不对？早餐我很简单，吃面包、喝牛奶或者是一样。可是是这样子而已嘛，一点都不会这样。各位猜猜看，吃早餐配什么东西？吃早餐里面有包括馒头，但是呢，一定要看报纸。已经很好，以前有报纸，现在报纸看。所以吃早餐配报纸。那中午呢？到客户那边去，客户就会买便当给我吃。所以呢，我去一边吃便当，一边看电脑。那晚餐呢？一边吃晚餐，一边怎样看电视？我们要不要好好吃过一顿饭？很难哎、欸。你们回想一下。我们什么时候吃饭是很认真在吃饭的？我们放手机，那从别人，所以我们没有好好吃饭。所以慧海禅师讲是没有错的，我们吃饭都没有好好吃饭，只是我们没有百般失足，我们是眼睛转的不可以。那睡觉呢？不会好好睡觉，因为万般计较。睡觉的时候可能今天被上司怎么样，然后怎么样啊？被同事怎么样？讲这些，所以没有好好睡觉。各位，当我们在行住坐卧之中，都一直在思索这些问题的话，我们会跟自己的生命和谐吗？不会，病是这样子。为什么现在病那么多？我们吃的比以前的人还要不好吗？不会呢，我们吃的更健康呢，营养更充足呢。可是我们现在问题更多，因为我们没有跟自身生命和谐。如果没有跟自身生命和谐，有一天你成功了。你也可能生病，请问一下，你这个成功有意义吗？嗯，没有意义。刚刚讲的第二个和谐是跟周围的生命和谐。我们是不是有跟自己的邻居达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和谐关系？这很重要。有人说，古人说远亲不如近邻，是我们跟邻居取得很好的关系吗？以前我住公寓。平平都住在公寓里面，然后同时进入电梯，还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，因为我们根本都没有什么关系，反正他是什么，对我都没有关系，所以我都不管他。可是我想这样是不对，所以后来不要买那个拖地，就买的时候就联合我们那一栋的一些邻居新的哦，我们是预售就联合了哦，我们哦。因为房子盖好会有车库，那车库的车盖那个遮阳板，它是没有办法用的，要我们自己去弄的。
所以我就联合起来，大家一起做。然后呢，中间不要用铁窗，那配料了。可是呢，我们的这一家他就不要，他说不要不要，他说他这么说，不要我好像要跟他们请假一起做这样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他就不要，那这边是玩几天，能三四楼到这五天就讲好大家都不做，你知道吗？让感觉很我很喜欢从这边看过去，因为这边不是铁窗嘛，而这边就是铁窗，这还是另外一个原因。另外一个原因是最好的是，我时常没有带钥匙。你都知道什么原因的，对不对？我时常都忘记带钥匙，所以我就开始从我隔壁这家开按门铃。我不相信我按隔壁没有人在，一定有人在，走进这个叫太老家的，你看。所以呢，如果说我们跟我们周围的这些邻居处于很好的关系的话，我们生活一定很和谐。我们那时候前面有一块空地，我就说我们一起来开发，大家一起来认人前面的这块地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请那个会计把那个挖过来翻过来，然后我就去买那个木条，盖成一箱。如果你看那个西部的那个木材。不是坟墓的墓啊，是木头的墓，木场，然后把它定起来，前面可以停车，后面可以种菜，哇，很漂亮。不过现在这边那时候我就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家那个时候，大家跟邻居的关系都非常好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你遇到困难，你的邻居会不会帮助你？所以，你说我身边和谐是很重要。第三个。我们要跟谁和谐？跟大自然和谐。我们有没有跟大自然和谐？没有。你看现在环境就知道了，现在环境在反扑嘛。我们对于我们的环境并没有去爱惜，我们去浪费。我们用了太多一次性的东西，用了几天，造成垃圾，所以我们现在环境都不好。如果有一天你成功了，结果你买了大，你买了豪宅，因为下雨。被摧毁，你的成功有意义吗？所以歌声讲的很基本的要件，其他都要讲，这三个一定要达到，这是教育的最高境界。我相信各位的家长，你们应该想，你们也希望你的孩子能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因为有这样的境界，你孩子安全，你的孩子一定正常发展，这是西方人讲的。可是我们在读经，我们有没有遇到小说？难道我们中华文化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吗？我想看，我们读过经典里面有没有这样的？有，没错。大学知道三个境界，有没有？有。大学知道在无名，在其力，在知之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无名的知跟自身生命关系，一定要了解自身生命。然后呢，在亲密是要跟生命和谐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跟大自然万物和谐，好，我们现在，我曾经跟耶和华先生研究圣经，我得到的方法叫做比经译经。也就耶和华先生他们在解释圣经，绝对不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圣经，他是用经典来解释经典，所以用圣经来解释经典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明。这不是我来讲，我们看谁来讲？我们看一下朱熹他是怎么讲。他说：“朱熹呢，我为什么要特别讲朱熹？因为朱熹是配角孔庙，在孔庙里面，几乎大殿里面几乎都是孔子的弟子，就是死子，是最后的是谁？朱熹，因为他将四书啊推出。”虽然他写的有一点奇怪，如果你现在来讲的话，他其实是有一点异端，但是他其实是对的。他说什么“明德”的意思？说“明，明者明之也；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而虚于不昧，以众理而外而应万事者也。大为其己所居，人欲所避，则有时而昏；而其本体之明，则有未尝习者。故学者当依其所发而睡眠之。”其
们知道吗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对，就是要复其初。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。所以，然后六祖慧能看起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；何其自信，本自明；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；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；何其自信，本无生观。”这是佛家讲。我们来看对照大学，对照朱熹所解释的，他里面有讲“虚以不昧”，有没有？看看，他是怎么解释的？他要解释。虚与不昧，聚众有欲万事，本体之名，则有未尝其者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跟佛教来做一个比较，本质清净一定会虚与不昧，本不生灭一定是会则有未尝其者，它一定不会洗掉的。本质具足就是聚众有欲万事，不会动摇，因为它虚与不昧，所以它不会动摇。人生万法，因为它聚众有欲万事，所以如果我们将儒家的解释跟佛家的解释啊做一个汇合的话，我们发现到明德啊，就是所谓的天性，所谓的灵性，所谓的佛性，所谓的良心，所谓的自信。刚才我讲老天使说秘密要藏在一个地方，藏在哪里？如果你的话你会认识会让你再找不到。老天使有这个，如果你从外找，你会找不到。这个秘密只能往内找，不能往外找。所以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即使自信其实人类与生俱来最为大庆的，它是蕴人类蕴含在自身最珍贵的无价珍宝，而且它永恒不灭，而且它圆满具足，所以它是一切智慧永恒喜悦的源头，是一切德性的根本。这个自信呢，如果我们往外走，你会找不到。所以秘密是确实是存在的。好，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看过这一本书？这是一个西方畅销书作者，叫做亚里士多维拉，他写的这一本书叫《这一生告诉你的机会》。那这本书里面提了三个问题：包括你要去哪里，谁指引你去哪里，还有就是你要什么东西。这本书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建议各位去看，因为这本书在好几年前在读书会里面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。那这三个问题可以让我们来思考：你要去哪里？为什么他一个西班牙人会那么重视你要去哪里？曾经啊，有个村庄，村庄里面呢有两个施主，后面一个施主，西面一个施主。我们知道私塾呢是在读经的，所以两边都在读经。那有一天呢，他们读到大学，就是读各位看到了这个大学，他们是怎么读的？后面的老师就开始带领，通常不在读经班是不带领，因为班主任不让他，他认为我不会带领经，其实我是很不服气，我应该也很会带，有时候没有机会。我就说，李总读经那个家长班的时候，我们再秀一下。只有这个机会才可以带，然后你会带家长。好，各位家长，各位小朋友，你们先当成小朋友。我现在是代理老师，我现在是东边的老师，那是什么代理？那这样带，各位小朋友，老师读一遍，各位小朋友读一遍哦。大学之道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亲民，在至善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定，知止而后有定定，而后能静静，而后能静静，而后能安安，而后能安安，而后能虑虑，而后能虑虑，而后能得得，而后能得得。我们少一个字，老师回家研究看看，可能抄少抄一个字啊。这个事情就放在我们把镜头拉到西边，西边的老师也刚好在来带领这个地方，还在。各位小朋友，老师推荐各位跟着推荐哦。大学之道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，知止而后有，定定而后能，定定而后能，静静而后能，静静而后能，安安而后能，
安安而后呢？绿绿而后，绿绿而后能得得。哇，怎么多一个字？你这个老师先回去研究一下，是不是多抄了一个字？有一天呢，两位老师互相在研究大学，然后呢，谈一谈这个，关贝老师就很气息的老师，因为偷了我的德字，不会这样子，我开始这样子做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不对？知止而后能，为什么要怎么知止而后能？知止而后能，立地而后能，安而后能，立而后能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古书有标点画给你看吗？我们还可以掰出个道理出来，对不对？中国字麻烦就麻烦在什么？你每一个字都可以把它当成动词来看，你可以把它形容词来看，所以你可以就掰出你的理由出来。可是我就知道他错了。为什么错了？因为我标点画点错了。当你点错了错点读的时候，还是可以读得很好听的。有点像知止而后能，立地而后能，那还有没有那个节奏出来，很好听的。可是我们是错的。真正的话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你点错地方，你指的地方是不对的，你整个文章都学不好。所以道德经常会问你，知止而后能，当然，确实可以不晓得你在那个地方其实是非常危险。所以呢，洪老师讲过这样一句话，洪老师我们都知道，他是个神经脑神经认知科学的一个专家。他说，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你就不会知道你将来要往哪里去。各位，等一下我们下课要去哪边？回家。那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从家里面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一天你从哪边都不晓得的话，你等一下就完蛋了。你可能就是可能要以后要摆摆个手链，因为你忘记你的家在哪边。所以要知道回家才是重点啊！要知道你从哪边来才是重点，因为你知道你从哪边来，你从家里面来，你自然知道要回家。所以知道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你就不会知道将来要往哪里去。那这一本书里面也讲了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直到你决定要回家了，才是真正充满你人生的方向。”一个外国人，照道理讲，他们家人概念是没有台湾人或者中国人这么强，可是他这么知道说你要回家才是真正的方向，所以回家很重要啊。所以呢，生命和教育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跟目标，就必须要回到原点。那回到原点呢，就必须要从根本上知道，我们知道原要什么话，原要什么话？有原型为主。其实你要跟结尾要连在一起，但是这个不是它主要用，你一定要找到它什么原型。你没有原型，你这样画起来能变椭圆的，你可能画起来方形的，反正头尾相接就可以了。所以找到原点那个点才是重点。所以。